在英国啊，就发生了一桩这么样的恐怖攻击啊！没有想到呢，两名穆斯林的非裔男子啊，竟然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之上啊，就对一名呢英国的一个士兵啊攻击致死的一个事件啊，这个事情呢。报复呢？他们的理由是说，就是要报复英国了，在类似的这种反恐的战争之中呢，对穆斯林的这个一个伤害，所以才有这样的攻击行为。我们先从新闻来看起。伦敦武力奇街头杀人事件震惊英国社会，凶嫌满手鲜血挥刀喊话的镜头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但这名中年妇女挺身而出，独自与凶嫌面对面，画面更加震撼人心。48岁的肯尼特表示，当时他在公车上先目睹遇害士兵躺在血泊中，一度以为可能只是一场车祸意外。受过急救训练的他，二话不说立刻下车检视士兵的身体状况，在确定受害者没有心跳呼吸后，肯尼特才转头和其中一名持刀凶嫌理论。近20分钟的对峙让旁人看得直冒冷汗，但顾虑到周边路人的安危，肯尼特一直想办法转移嫌犯注意力，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反而没有想太多。这段中年大妈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与凶嫌对峙的画面曝光后，不仅引来媒体争相大篇幅报道，英国首相卡麦隆还特地引述他当时与凶嫌的对话，赞扬这位大妈确实勇气过人。好，勇妈妈呢虽然是非常的勇敢的，但是这样的事件呢又让人家再度的看到恐怖真的是无所不在。想到了这一位受害的这个英国大兵呢，可能也很难想象，因为他有在阿富汗服过役，没有想到他可以在那边呢躲过烽火连天，最后呢竟然是在自己温暖的祖国的家里面的大街上面命丧黄泉啊，瑞德哥。对，雄威，你还记不记得美国这个马拉松大赛的时候呢，引爆把这个爆裂物放着以后，引爆了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逃离现场。逃离现场，对啊，这个比较。就是恐怖分子，他会很极端嘛，一个是自己就是人肉炸弹，那一个就是他还是想活下去，所以他要达到恐怖攻击的这个目标呢，然后他自己要逃离现场。没错，现在昨天发生在英国伦敦的这一起是比较可怕的，比较可怕。他作案了以后他不走，不走，对，作案以后不走还留在现场，你知道吗？这个叫做独狼啊，独狼，独狼就是独行的狼，对不对哦？他的行为像狼一样，可是他是独行的，所以你无从没有办法去预防他，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这样的。突然间出现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进行恐怖攻击嘛、哦、然后呢昨天发生的时候，其实他选择的地点是在位于英国伦敦皇家炮兵营区的外面、嗯、刚好在外面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嗯、那么这一位里格比这位阿兵哥呢，25岁的阿兵哥，他之前曾经在这个阿富汗的战场服役过、哦嗯、然后现在是负责专门训练一些新兵的工作、嗯、类似我们的这个士官长的艺术、哦啊、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昨天发生的时候是刚好他在市区一个地方训练征选这个新兵、嗯哦、征选工作告一段落准备返回营区、嗯、可是你知道吗，即便他在阿富汗上过战场，有实战经验，他还是没办法躲过像昨天这样的独狼攻击。为什么呢、嗯、怎么说？因为他们两位这个恐怖分子呢，事实上是开车撞他，先撞他，就你就没有防备，你被撞了以后，比如说我如果走在马路上或者过马路，你被撞了以后，第一个是、先跌倒，对不对、你会想说可能是谁撞我，对，车祸还是什么、你没有被，没有防备之心、对方这个28岁的歹徒已经拿着刀跟枪，对不对，已经来上前以后就一阵乱捅，你知道吗？就乱砍乱捅乱杀，而且呢旁边因为他们是两个人、然后呢又先把他撞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说，现场的目击者误以为可能会不会是车祸、或者是说、有恩怨、有纠纷等等，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会先在旁边看嘛、可能不敢介入，因为不知道是车祸还是什么恩怨、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没想到紧接而来的是在现场这么多人的面前发生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啊、他除了砍杀他的肚子之外呢，腹部之外，他竟然直接给他割喉割颈，还想竟然想把他的头给砍下来，这是很残忍的手段，很残忍的事情、对。然后呢发生这个案件了以后、照理来讲你应该赶快逃，对啊，他竟然哦，附近的这个民众呢还有人在喊他怎么样、制止干什么，他竟然跟他们说过来过来，我有话要跟你们说、叫他们拿出手机，不是有那个录影功能吗、欢迎大家拍啊、对，好像当作麦克风一样、然后在大家的面前，对不对，就侃侃而谈，他说为什么，原来他是后来啊，在少年时候后来改信的这个伊斯兰、改信了伊斯兰以后呢，然后呢他就信了回教，信了回教以后他一直认为以美国跟英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对、全世界很多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国家呢是非常的残忍的、入侵屠戮、他非常的不满，所以呢他也特别喊、包括这个真主万岁啦、真主伟大啦等等啦。那么他最特殊的是现场他发现有妇女、他竟然跟当众跟妇女道歉、当然手上是血迹淋淋，对不对、拿着刀子这样，他竟然跟他道歉说
很遗憾，很抱歉，让你们看到了这一幕哦，因为很这样子的想法还蛮特别的、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旁边有人问他坏、欸，旁边有人问他坏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的军队在我的家乡也都是这样屠在我们的妇女面前屠戮我的同胞，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你们的屠戮，所以他要这样做。那他为什么不逃呢？因为他要等于说他自认为自己要打一场胜战，他要告诉全世界，因为现在。包括美军都准备从阿富汗撤退了嘛、英国还是坚持不从阿富汗撤退、所以呢，他就借由这样的方式警告所谓的英国人为主的这些国家、英国人，你们就给我撤退退军，如果不退军的话，你会一而再再而三还会再面临到像我这样的孤狼的无预警的突袭，这种恐怖分子是防不胜防的、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不过呢，这个的话，因为呢就大喇喇的在街上，而且他也没有走，而且呢还勇敢的畅谈他的一些理念，然后呢让大家这个想要让英国人呢都了解到他们的曾经，他这个是逼不得已的一种感觉。的波士顿马拉松一直到这一次这种零星的恐怖攻击这个事件，大家就会发现好像最近发生的这些行为已经跳脱了以往那种很大规模的一些计划。所以刚刚呢瑞德哥就讲到一个名字叫毒狼了，这样子的一个恐怖攻击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形态呢？孝成哥，那个英国的军情五处还有苏格兰警场哦，事实上这几年来一直在呼吁这个他们整个英国境内哦，要注意这样子一个人，就所谓的毒狼这样子的一个犯案的一个，所以其实有在呼吁了。事实上是有，他们的官方的话有发布类似的一个讯息哦，提醒就是尤其在从这云区啊，还有政府机关的一个附近的嘛，出入这些公务人员都必须要小心什么？小心这目前的加害人都是属于叫做来自于英国境内，然后第二个他单独行动，第三个他手法有没有很不算精密，甚至很比较粗糙的一个方式有没有？还有另外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在一个。目前警方以及刑事单位列管的这样子监控名单里面，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像白纸一样很干净的一个人，所以很难去查。对，因为就更难防备。是因为军情五处他们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说这几年来哈，因为整个就像有那个美军入侵伊拉克嘛哈，还包括阿富汗的这个战争呢，还有包括像例如非洲的一些这样子一些革命，对，这些所谓的战事不断的一个发展出来，因为这都涉及到穆斯林。所以呢，这些在他们境内的一些穆斯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孤狼，已经开始蠢蠢欲动，蠢蠢欲动，蠢蠢欲动。而这样的一个蠢蠢欲动的话，他们的手段会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的方式的话，不见得是像过去的时候，像我们九一那样子，那个要很详细的大规模计划性的一个方式。很多是属于单独行动，他们甚至可能基地的那些恐怖组织都不认识他们，没有训练，他们就是自己行动。是，那这次英国在营区附近的发生这一起的一个事件哈，事实上它不是最近的一起，四年前还有。四年前在伯明翰的时候，也有一个营区附近也有四个穆斯林，有没有？他们想要绑架一个军人啊，而且呢，他们更离谱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们想要做什么？就是他们绑架这个军人的时候，希望能够就他当时这个军人就把车停进他的车库嘛，他们就马上就入侵进去之后，制服了这个军人，希望能够要拍摄一个画面，什么画面？砍头画面啊！我们过去看到很多的，这真的就是恐怖攻击啦。对，我们过去看到很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圣战组织有没有？他们抓到一些那种像例如西方人，他们都会用砍头的方式，然后要透过网络播出去，是的，然后来把它播出去有没有？制造这种恐怖的气氛。当时在伯明翰的时候。在英国境内就这样，差一点点被砍头。后来是因为怎么样？后来就邻居发现到之后有没有报警？然后这四个人就跑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孤狼的一个情况？因为军情五处他们发现到，就是说在以前有一个阿拉伯那个半岛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首脑叫阿拉基，阿拉基他本身来讲，他一直在宣扬一种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说。凡是穆斯林的敌人有没有？我们今天要让他死得很难看。那怎么死得很难看呢？就是你们觉得该行动的时候，你们就要去行动。算是透过网络一个方式，有没有去传播这样的讯息？对，虽然 Arky 他在2010年的时候被美军击毙了，但是呢，他这样的言论跟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一直在无远佛界的流传？但是这样子，孝成哥，这样要怎么防？你说这样子孤狼这么偏激的一个想法，你觉得这样子对他们虽然能够一直呼吁，但是真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攻击你啊？对，因为英美国家他们是一个讲究人权的国家，你现在不能够说啊，看到有色人种，对啊，当然不行啊，或者是因为你的宗教信仰那些去防范就控制你有没有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营区啊，或者是公家单位这边，你只能不断的干嘛，就是加强这些所谓的网络。那像那个美国在九一事件之后，他们国土安全部都已经做了一个东西哦，这个东西我觉得英国是可以去来做参考的，这样子，他们就是不断的去监控很多这种对美国不利的这样子的一个那种所谓的就是网络上面的言论哦，网络上面的言论，言论上面来看，他不是只有针对穆斯林这样子的或者圣战组织这样子都看，他连那个极右端的这样子的一个
团体有没有他们的一些言论，他们也都在看、嗯。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也在去了解说哪些人有没有你收到的时候你会回复。因为通常一般来讲，你会热衷。什么叫热衷呢？就是我热衷这样子的你的理念跟信仰，嗯、那我有可能会付诸执行啊、嗯，所以我才会跟你有 feedback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哇，那这样子就有机可循、啊。他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嗯、当然在美国来讲的话有没有？他可能有可能有违宪之余啦，这样子、嗯。对啊。但是现在情报单位的话，他现在目前还是不承认嘛。不承认。他讲说我们只是在密切的监控了解中，嗯、但他并没有讲说他们有非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取得资讯的这个行动啊、嗯。对。不管怎么样来讲，我觉得美国现在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如今如果说今天英国政府也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就是说刺杀式的行动，会越来越多的话，会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在不久将来的话，可能英国的国会也会通过某些的一些法令，有没有针对谁的这种资讯上面的一个控制性上面来讲的相关的条文会再出来。嗯